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春秋鼎盛》，我是春盛老师。最近大盘啊，成交量开始缩了，对不对？那 OTC 的也在说啦、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做股票啦。事实上，老师要跟你讲啊，没有不能赚的盘，什么盘式都可以赚钱，只有不会操作的人。来，我们今天的股票，建汉、百达、股松，是不是都创新高了？又在创新高，大盘创新高了吗？ 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红海是不是要重返两百块的荣耀？郭董退休的目标价是不是要再重新来呢？来，拿起你的手机，把这两个 q 版号直接扫回家啊、哦，很重要啊！因为老师盘中都会发布讯息在里面。赖、嗯、的部分你可以直接搜索老师赖的 ID，小老鼠小写的 A 一三七七 Telegram 的部分。 直接搜索 ID 小写 A 零二七七二五一三七七啊，那今天我们来做个小活动啊，就是啊，来 YT 的部分啊，如果你支持红海两百块，麻烦在 YT 下面留言红海两百。那如果你看了红海更高的价格的话，麻烦你就写红海 X X X，叉叉叉元啊，让大家自由的来发挥哦。 来，我们先来看啊、哦，超级央行周啊，这个礼拜就是超级央行周，联准会是不是要启动降息的循环了？现在市场都在猜啦，一码跟两码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前的记录来看，一码的部分啊，原本是百分之七十五，慢慢的降降降降，降到现在叫百分之五十，对不对？那老师刚刚啊，又去查了一下。 现在剩下百分之四十，那两码的部分呢从25？从二十五趴、三十五十到今天为止，来到六成，已经来到六成了。但是啊，老师希望他一次降两码吗？老师上礼拜在节目中讲嘛，降一码就好，不要降两码，因为降两码的话，就表示说连准会看到了什么事情，就是不好的事情啦、啊。那你希望出现不好的事情吗？ 所以啊，大家特别留意，那礼拜四啊公告之后，我们台湾央行的部分啊，下午也会召开礼监事会议啊，也是决定台湾要不要降息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加权指数的部分啊，今天涨多少？九十点，但是啊，台积电没有涨，对不对？收平盘，所以这九十点啊，全部都是大家贡献的，除了台积电之外的贡献，谁最大？今天红海吧。 红海又冲了，那联发科呢？今天也小涨啊，是不是？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跟你讲，这三王的部分会轮流攻，因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在操纵指数点位嘛，对不对？上礼拜又拉台积电，红海、联发科不拉，那现在又在换，换来换去嘛。那今天新台币有没有更强？今天升值哦。 盘中又升一脚了，但是啊，外资今天卖二十亿，投信买二十四亿，自营商卖五十亿呀，所以整体来讲啊，今天还是卖超四十来亿呀、啊。但是啊，今天是涨的，卖不下去了。上礼拜外资是不是有大回补？都外资已经发现啦、啊，怎么卖都卖不下去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次看不见手，不愿意让指数往下荡嘛，所以它绝对卖不下去。 好，那另外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来看 O T C 的部分，今天涨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涨零点七八点啊，零点三八啊。但是你会看啊，刚刚大盘没有讲大盘今天上月线，今天上月线了，但是 O T C 呢还没到月线啊，所以这一波的 O T C 啊，它的反弹力道比较弱一点，前一波是比较强，为什么它会比较强？因为它跌的深，弹的高，那这一波呢？ 没有比较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弹得那么高。但是大家要特别留意啊，最近全资股是不是说这一只看不见手在控制？但是啊，中秋过后，礼拜三是不是会在压一天？因为礼拜四我们的清晨的时候，联储会就会公告利率决策了嘛。这样一码或两码，到时候方向就会出来了。方向一出来就不一样了。红海是不是要长还两百块的荣耀，对不对？ 来，先行指标啊，伟创的董作在八月份买的千张自家股，也就是伟创的股票了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董事长认为啊，未来 AI 的需求啊会一直催生啦、啊，所以他用行动来表示八月份是不是发生股灾？发生股灾，他还拿了将近一个亿来买股票。 来买股票，为什么他敢买？他一定看到了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赶快钱砸下去，大家就会跟着进来嘛。所以你看现在伟创是不是重返霸号英雄啊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再想一件事情了、哦，他上一次大买股票是什么时候？二零二二年九月买完之后，二零二三年啊创高。 来个一百几块嘛，一百六十五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啦、啊，它是不是非常的精准？它先行指标都已经来告诉你了，尾创之后是不是要再涨？那整个 AI 是不是要再继续涨？好，那先行指标已经告诉我们了，AI 相关的要涨了。好我们来看二三一七的红海，你看你可以画这，七个块钱啊，涨了五块钱，对不对？ 整个也突破月线了啊！月线在一七九点五啊，今天收在一百八十一块，突破月线了。整理完就准备要往上了嘛。如果你有老师的 l e i t 的部分，你进去爬舞你就会看到老师一直在提醒这几天技术指标都在低档嘛，随时向上嘛。那现在已经开始翻转向上了，力道开始增强了。那我们看红海这一波最强是在哪一块？就是因为 AI 伺服器嘛。 我们看啊，第二季的 AI 伺服器的营收跟第一季比起来、啊，成长六成，那占整体的伺服器比重已经超过四成了。去年红海整个伺服器营收大概一点一兆台币左右，AI 的部分啊占了三成，所以是三千三百亿嘛。那今年第一季已经来到四成了，第二季已经超过四成了。外资啊认为今年。 AI 伺服器有机会来到六千五百亿啊！明年上看一点二兆，那一点二兆代表什么？就是 AI 伺服器占红海全部营收的两成到两成五之间啊！啊，不是伺服器哦，是全部的营收的两成到两成五之间，啊，所以是非常亮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啊，第三期啊，乐不乐观？ 一样是乐观的啦，哦，那消费智能的部分嘛，i 十六在拉货，哦，所以啊，比上一季还会更强，但是跟去年比起来啊，大概是持平左右啊、哦。那 i 十六已经要开始开卖了，九月二十开始开卖之后，我们就知道相关的数据了，到底有没有如预期市场预期的 AI 的功能上去之后，大家会呢掀起一波大的换机潮。那另外啊。 云端网络的部分，哦，就是哎、欸、我们所称的 AI 伺服器的部分啦、啊，比上一季还要强、啊啊啊。那跟去年比起来了，大幅成长。好，电脑终端的部分啦，上一季新品机，机器比较高，所以往下修正啊。那跟去年比起来啦，还是往上的哦。哦、啊，那元件、构建啊、机壳、异能的部分啦、啊，不管是跟上一季比，或者是跟去年来比。 全部都是网上的，大家想一下，G B 两百第四季是不是要开始出货了？现在已经第三季中旬了啊，那之后第四季呢？G B 两百啊，M V D 啊，是不是一个机柜一个机柜在卖？便宜的，一个机柜一百八十万美金，贵的三百万美金。那你想一下，这一些是不是会帮红海贡献非常大的营收？ 那获利来源从哪里？就是元件、零件这些从组成来的，它的关系企业啊都有在做，所以会赚非常多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看下一档股票、哦，也是泛鸿海集团的啊，三零六二的建汉啊，今天在创波段新高，来到多少？三十八点六，来，这、就是今天老师发给会员的口讯啊，九点五十一分啊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啊。 三零六二建汉，股价强势上攻，再创波段新高。多单持股请续报，要卖会通知。你看这一次的九月的股灾对他来讲完全没有影响嘛？整理完之后就直接狂拉了嘛？如果你有看上礼拜五的节目，老师是有秀给你看，盘中一度亮灯涨停板嘛？那现在要继续冲高嘛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啊、哦。 老师之前有讲嘛，如果公司一直亏钱，一直亏钱，又没有转机，老师一定把它 pass 过去嘛。好，那看一下它去年的状况是亏多少，零点九七亏损收敛哦，毛利率很可怜呐、啊，零点二六趴而已，非常的低啊，比毛三到四还低。那营业收入的部分三十八亿也掉了三十四趴，所以去年整个都是不好的，唯一好的是什么？亏损收敛，但是还是亏钱。 啊，第一季的状况呢，继续亏损，继续收敛啊、哦，但是营收六点六亿，掉了二十四趴，毛利率还变负的，很夸张哈、哦，是不是最烂的啊、哦？那 EPS 呢，零点零零几呀、啊，啊，太小了哈、哦，但是啊，它告诉大家什么？它亏损持续的收敛。那第二季呢，营收来到七点七亿，终于恢复正成长了，毛利率的部分呢？ 来到七点八三趴，等于大幅成长嘛，对不对？终于有迎来转机了。所以 EPS 部分呢，赚了零点零六块，啊，由亏转盈，由亏转盈，转机终于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七月营收四点一亿，成长十五趴；八月营收三点五亿，掉了十六趴。啊，没有很明显的持续拉抬，对不对？但是毛利率开始翻正之后，开始赚钱，我们就知道它。 开始有转机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大户的筹码啊，从八、啊、月九号到九月十三啊，将近一个月时间，千张大户在干嘛？买股票，买股本的五点六五趴。那散户呢？一到十张的一直在卖股票，卖四点六二趴的股本。这些股票卖出来，全部都被大户狂扫光光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，这段时间啊，股票无起，散户动袂掉啊，因为大盘在跌。 所以他们都不计价的杀出去了，因为他也认为说他的转机不够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，是不是又往上了，又继续往上了？那这些散户跟他有关吗？今天的涨幅跟他们都没关啊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卖光了嘛。跌了一百都美料料啊！哦，来看下一档，二二三六的百达啊、哦，百达 KY 的部分了、啊。原本是做汽车零组件的啊、哦，那从今年啊。哦 去年就开始切入啊，机器人相关的设备。去年啊，营收大概一亿啊，今年会翻倍，继续往上成长。那今天呢？你看股价又在创波段新高，一百二十四点五，冲起 y 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又回档下来呗涨了零点五块，它、啊、会不会再继续往上涨？老师告诉你，来，我们先看基本面的部分啊。去年有没有赚钱？ 很重要嘛？有赚钱，赚了二点九九块，将近三块，对不对？毛利率三十一点八六啊，还在不好的阶段，还在往下掉啊。那营业收入啊，十八亿，成长二十八趴。那第一季的状况呢，四亿的营收掉了五趴。第二季四点二亿，成长七趴。七月份啊，一点二七亿掉了二十一趴。八月份一点五三亿，成长八趴。所以啊，营收。 看起来没有很明显的往上复苏的力道嘛，对不对？大概就是持平上上下下嘛，啊、哦。那毛利率的部分呢？去年三十一点八六，今年第一季二十八点五三，第二季二十五点九四，还在往下哦，对不对？还没看到转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了、啊、第一季的部分呢、啊，赚了零点二七块，get 学的碳碱。第二季呢，往后嘛，因为毛利率掉了嘛，所以变成亏钱嘛。 亏了零点一九块吧，小亏吧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机器人这一块，机器人这一块现在的市场无人看屋啦。马斯克他自己有讲啊，机器人这一块以后啊会比电动车的市场还要大。他们只要占有啊十趴的市占率就够了，每年会有一兆的现金流入啊。所以这个起场非常之大啊，但是今麦无人会使把 哦，阿姨呀，百达呢，今年已经跟美国那边已经签约了，美国的通路签约了，就是要做机器人设备这一块，所以啊，它今年第四季啊，要不然就是明年第一季，它有机器人要在这边要出货，会认列营收，所以营收很容易翻倍，去年做一亿，今年已经上看两亿了，那如果全部罗德列在今年呢，会再往上加，哦、啊，所以啊。 这些订单都是在的，并没有不见哦。好、哦、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大户筹码部分、哦、8啊。八月二三到九月十三啊，沙雷板四百张以上的大户还在买股票，买了多少？一点四一趴的股本。散户呢，卖了零点七一趴的股本。大户咧买，散户咧卖啦。好、哦、所以你可以看技术线型嘛，冲起来，跟散户有关系不？完全无关系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卖光了嘛。 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说大户在赚？那大户你要想嘛，基本面没有非常好，但是啊，展望非常好，所以他们愿意继续持有，就是长线看好它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九点三十八分，那、啊、老师发给会员的扣讯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哈、啊。机器人概念，二二三六百达 KY 股价强势上攻，再创波段新高，波段获利最高二十趴。 多单持股请续报啊！如果要冲到最高一百二四点五的话，来算的话是涨了二十二趴，一十一趴不高哦，高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还有什么？股松的部分嘛，今天也是持续啊，创波段新高嘛。盘中最高来多少？二十三点九嘛，收盘收在二十三点八，继续赚嘛。好，来，八月风云榜。 啊，之前有看过了嘛？升阳半六十三趴，茂联四十六趴，亚光四十六趴嘛，有威科三十一趴嘛，档档都是强棒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九月份呢？你看吧，百达 KY 二十二趴了，台红二十六趴，原相跟华星光目前都十五趴，还有没有隐藏版的？当然有啦，所以啊，你要跟着老师一起做，啊，号角已经响起了。 联准会就是吹起这个号角的人，礼拜四拜喜一啊，方向就出来了。你想一下，联准会降息之后，是不是在印钞票？钞票会源源不绝的流出来嘛？所以你看现在美金是不是一直在往下走？那一直在往下走的话，其他的币别都相对强势嘛？你看国际的热钱会怎么跑？ 是不是从美国开始流到全世界去？那流到全世界去的话，这些钱要干嘛？是买不动产还是买股票啊？谁最快？当然买股票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老师给大家最大的优惠，买一送三。那我们要挑战什么？单股百万拼百万。老师之前在节目中有讲嘛，三十趴三基股票。 连锁沙道，翻几倍嘛？百万要拼百万哦！看量人潮在这边蓄积非常久了嘛，对不对？都没有量人，随时准备要爆量往上冲啊、哦！咨询专线直接打电话进来，零二七七二五一三七七空一七七一五一三七七了。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了可以直接啊私讯老师啊，记得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哦。 今天节目到这边，老师在这边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啊！不要吃太多太油哈，身体要好好的照顾啊。那把时间留给家人，选股的事交给老师，拜拜。 望着绩效不保證，证监会来破例。基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善导寺，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。哎、欸，同学，同学，你现在耳机里听什么歌啊？我在听这个。哦，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嗯、我也很喜欢这个哎、欸，<的>太有 sense 了吧！拜拜拜拜。拜拜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。哦、嗯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跟我一起轻松理财。